点餐收银。
吃过吼，哦，昨暗伊就真正，哦，爱着去夜市啊，买伊吃过，买一杯了下银地安尼。哦，迄伊食粿吼是安尼，整伊安尼甜酷酷，哦安尼，哦无法做少咧食伊食粿，因为连来讲，当你食伊食粿是安尼软软，哦，哦啊常食诶话咧，翘翘，哦安尼，所以吼，收到收一个女吼是伊食粿，哦，甜酷酷安尼吼，袂软，哦，啊这个软是啥？来咧收人硬硬，就是讲吼，讲话啊硬，做法啊硬，动作硬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啊硬的话，人呐讲话上硬，做代志上硬的话，总是可以啊。哦，所以先不甲你讲，哦，甲你注意，修得办得爱精呢，哦，办应事，唔通过急。哦，所以呢，啊咱今仔日。其实大家拢在学习，哦，无论讲参考以上的东西，还是无参考的新东西，人生就是拢在学习，哦，啊，咱在学习的，是要成就啥？这足重要，目标方向爱瞄准，哦，咱有一个讲的讲哦，重点爱三个对，哦，我讲记一句，有一个人讲重点爱三个对，啊，恁今日嘛是三重点。生命意义是啥？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？是完的，先不讲。生命意义是完的，不是赚钱的，不是过三顿的，不是后天的，那是拢大家拢哦，人讲哦，做人拢同款，基本的迄个啥的生活。但是，咱有特别的使命。诞生在这个世间，每一个人拢有特殊的使命甲职责。一般人追求的是啥？追求的是名利关系。人拢为着赚钱嘛，对吧？袂当存，袂当存在。啊，所以咱今日修完的是愈修愈自由愈自在。如果在这各位进目前的环境，如果你若讲白条嘞，有当时啊要出来学堂，要去家访，要去大人，哦，大咧半日出时间出来，各位，迄就是咱白。啊，白嘞，啥物白嘞？业绩啊，业绩啊，你看咱白条的啊，业嘛，世间的业足侪业，事业嘛是业，学业嘛是业，旅行业嘛是业，哦。大家拢要，含七颗嘛要，所以咱必须要来消掉。那么在修行的过程中，咱就是爱无，无啊，要就是无，无无袂消掉，就来比一句，愈无消掉愈紧。啊，要哪无啊？是要受受迄个病苦的无啊？是咧兴风立业，哦，救人度人，哦，参与着这个啊，咱的帮办的这个代志来无？修得办得有苦无？各位有苦无？那感觉讲吼，会当修到是毋是咱的命啊？祖师遐尼那欢喜的，在你各位眼中，太恐怖了，有苦。哦，迄、那个赵老师嘛，赵老师，赵老师，哈哈哈哈哈，我伊咧叫笑，哈哈哈哈哈，哦，所以吼、哦，真正人生是苦，哦，真正苦咧，甲想想真正苦咧，哦，生老病死苦，有无？即大家拢去面对咧，哦，咱老菩萨做者。哦，啊，若要请来佛堂吼听班啦，拢安怎？脚头有啦，哦，脚头有袂行嘞，哦，有当时要爬楼梯，我都爬嘞，啊，就我都来佛堂来。
睭输咧，身骨袂疼咧。哦，每一个人爱面对这样子，所以吼、哦，讲人生了解是苦，但是要怎依靠得到，必须爱照地修真，照这个边界啊，暂时哦安定的啊，你要用偌久？要咱善用，要咱从这个身体保养保养啊好，活较久呢，就用较久嘛。啊，但是看咱要安怎用，哦，这台机械看你要安怎用，要用你有价值的吗？还是要用你印钱的？拢大部分拢嘛用这个生活的印钞票，哦，其实哦，福报天注定，咱前世做偌济福。即世你着注定了，是吼，互你敢拢拍拼，拼到尾啊，哎，嘛是固定安尼嘞。过去咱上万年老亲啊，已经归空去啊，叫杨先生啊，杨先生，伊甲我讲，连老师，我奇怪呢，我一世人吼，我若欠十万块，啊若超过十万块过吼。太浓，无就看病歹去，啊无就修理啥歹去，啊有啥歹去啊？哦，保证去变强十万块，哇，好安尼。啊，所以咱的福报是安尼。哦，啊，所以有些咱的想讲，我变病啦，变冲啦，变怎？唔免啥子。先都讲过，就我们不平啊，不平不平哦，出我们的。这句话咱听清楚了。哦，你若真正认真修万德，上天会保护咱的，真的。哦，啊，你愈修愈慢，哦，因果面对，你愈福报嘛，你就是累积嘛，你就是咧福慧双修啊。哦，咱定希望讲咱福慧圆满，哦，有福报啊，佮有智慧，这就是圆满。这就两足尊哦，会当地卡。啊，咱今日上班入班听到你，就是这个目的。人生的目标了就，哦啊，所以咱的人生的生命价值就是啥？重点基础轮回，超生了死，这是人生的上大代志。世间无比这个更大代志。世间拢会当去处理啊，世间的代志拢会当去处理，用钱去处理，用人去处理，人拢会当去处理。但是呢，生死大事，哦，轮回超脱苦海，这就是爱真正足大的人生的一大事。啊，所以有智慧的人，伊了解，伊体会，伊看到迄个观点，迄、那个以后，哦，迄、那个观点。啊！若凡夫呢，俗子呢，伊看是啥？是眼前，哦，赚偌济，开偌济，迄叫做眼前，哦。啊，人有诶呢，赚钱诶人骄傲，迄就是外面，哦。无声。热诚的心呢，只要到一点都有，那叫做错嘛。
心。所以咱定听着一句错发心，错发的心，就亲像讲咱今日心中的上天的啥的慈悲，咱今日这个因缘加上前世福报有修，这世人得到得到一个经济，咱得到一个经济。但是这个经济呢，就是求得多了嘛，点落，点落了后，两百块公斤贵，就是啥？就是你点下经济，压落两百块的发出，公斤出。所以呢，会开始喏，会破灭。所以开始的时阵破灭的时阵，你就迄个因缘啊，是着咱的前辈者甲咱引进，安尼陆陆续续，安尼一步一步，安尼就当听道理，安尼这点经济才当安怎会发起？所以后壁要怎将这点经济发起，甚至会当开花结果，爱靠啥？爱靠啥？靠咱家己。可能家己的啥听道理，道理若无听吼，袂开花结果。迄叫做啥？迄叫做肥料。道理叫做肥料，真理的修炼。所以不要小看嘞，一个千靠以上的单手人才，道亲的话，如果你若对听道理开始袂用心，来佛堂刚来开始咧感觉讲食野食落去。贵呀贵呀，业障伫后壁咧有啊，冤亲债主伫后壁咧甲你拉拉杂杂。我若无了，道若无修，道理若无听，会安怎？修道的路何从歹行？开始就辛苦咧。开始就足侪不如意，一层一层，伫你的身躯，伫遐咧来喏，就亲像含咧食迄个汤圆同款，一嘴一嘴咧来食掉安尼意思，所以呢，也有这种意义啊。那么今日，那咱习惯了，讲就亲像讲伫鼻间，即欢阿去行去。有着咱咧讲个讲文字个法则，还是讲语言个法则，透过着道理观照个法则，然后甲进法实相法则，那么这段个过程必须按相当大个道心个坚固。那么有当了伫迄个一只船啊吼，要过鱼啊。迄、那个中途就产生了足侪的风险，足侪考验。有当时啊吼，我要过迄个彼岸，出发要过彼岸，出岸要到达彼岸。你这个修般的人生的当中，会拄到足侪我们料想不到的一些事情，有足侪人事物，甲咱。干扰、引诱、科研，都得做点测试。所以，咱来透过着真理、道理、经典也好，透过着咱的先知先咱的先辈者，透过着定来佛堂、佛光的普照，来共修共学。那呢，这个人生的过程啊，由初欢喜到彼岸，这个中间。这个风险也是风险，所以咱有法做点对修，修到修到一半，因为人事的嘛，会考验一句话，一件代志的考虑。我们最怕考倒，考虑的是前功尽弃啊，无采讲这粒种子哪栽落。在那个你发芽生长的过程中间，怎么样？阴落去，对，你种树啊，上面那阴落去，落去，
哦，我们变成拜占，哦，啊，不能掉蛋，掉头啊，哦，迄天哦，那风太吹了，我迄规站我拢倒去啦，哦，所以说咱来进，所以我看不讲过，保持出发心，哦，保持出发心。那么我们保持初心，你时时刻刻拢爱关照自己啊！哦，我真个心有信仰，较早安尼，遐尔啊单纯，遐尔啊热心无，遐尔啊精进无，遐尔啊拍拼。你要自己去哦，家己酝酿，家己去思考。我有搬单无？有开开会无？有比较早较认真无？你要去想，你若含这拢无去想，哦，你无做点比较，无比较迄个，哦，就袂进步，不会进步，你在退步你也不知道，哦，所以呢，我看，今日伊老就查出一个来做礼物，但是我看哦，而且哦，唱一首歌来分享。哦，这个吼，这个有人听过，吼，吼，但是讲吼，若要听人讲迄落，唔免音乐清唱的吼，可能咱唱，哦，安尼啦，所以人唱了无好听吼，大家就，哦，就嚼掉安尼，哦，哎，吼，我还变成一句吼，就是咱国歌师尊持续的，哦，一首，华语调，啊，习得爱克主义，你克吧，克主义，啊，把人是甲咱鼓励，甲咱提示的，要行要走，爱看，啊，啊，要唱一唱哦，听讲爱好声。好声，我注意了，我唱不出来。做我一生爱无止，道理不通放袂记，命我生死是不是？所以你改变命运，一切靠自己。
修得克主义，哦，安尼就会当改变。哦，第二段，一天一天过的日子，人生对求是啥物？
来遮是来充电的呢，人爱充电呢，哦，心灵的充电，手机也来充电。哎呀，对嘛，无充电就无电，无电就袂当哦，显出迄个作用。啊，咱人嘛是呢，爱充电，哦，啊，迄、那个道理的滋润，哦，安尼有讲的保障，哎、欸。人讲哦，今仔日充电了，马上出去，哦，伊阁一杯话哩，哎，伊偌精神嘞，哦，啊无呢，一工一工过日子，何况呢，啊，有当再去装卡，哦，安尼去访亲也好，敢知影？看到咱个老一辈爸爸妈妈阿公阿妈，就今仔日个天气安尼日头出来吼。阿公阿妈母啊，少少出来门口定是伊啊，晒日头。嗯。哦，看天，看人来来去去，安尼。到尾啊，迄、那个时间用伫底，伫遐咧等，还是伫等啥？啊，等后生做囝倒来。嗯。啊。还是等有 等待那么一天吗？嗯。那、啊、有当时啊吼，做无来，人食老的做无来，无代志做，哦，就好喊咧，逐礼拜拢爱等伊后壁了，哦，看咱会做代志，看妈妈，啊，虽然讲身体还健康，哦，但是爱等伊个看一下，买些物件等伊，哦。啊，算个咧好运，但是伊即个时间是啥？哦，即摆吼泡茶起来，当然运动啊，运动了五点食早餐，食了尔，即摆吼，诶、欸，到毋知几点吼、哦，就开始看电视，哦，电视看到十一点去食中饭，中昼食了休困一下，爬起来，差不多十二点外哦，即摆佫开始电视佫转落。去看电视，看到差不多四点外，开始吃暗顿，哦，啊七八点就去睏啊咧。我发现妈妈吼记忆也足好，电视几点咧播过一出，伊拢知影。哦，我发无咧看电视啊，伊拢知影咧。即摆一出全全咧，一边放放尿啊，对不对？放尿，即摆全部一台咧做。一台做做，我咧工作，工作换一台，哦，拢无停的啦，继续的咧。哎、欸，伊无落去啊，哦，八十四岁，还能坚定年轻。好、哦，啊，所以，咱若要趁少年，会行会走，目睭会金，脚头有力，哦，精神够好，哦。该用条个用件，爱关键，多行功多利的，咱这辈子一定甲你交代。多行功多利的，时间若无拍暗嘞，哦，人生无常啊，哦，真正无常。哎、欸，若讲啊，拢差不多吼，八九十岁嘞，胃痛无啦，有诶吼，腹肚内洗出来就断气。哦，甚至吼、哦、出事都还袂食一嘴冷的，你看安尼就三样难啦。哦，哦，所以呢，啊，无常就是无定定安尼，咱无法度去控制。哦，所以咱爱了解，哦，人生的追求，咱爱学圣严菩萨，人伊看到远。哦，看到以后呢，看到以后咱断开了后，迄、那个灵魂要去对去，要对地府还是要去天堂啊？要去西方极乐？由咱家己选择，决定选择。哦，啊，这个选择当然就是有智慧，哦，不是聪明哦，哦，聪明拢用于知识哦，用于趁钱哦，哦，用于贪求哦。你叫做聪明，
聪明反被聪明。但是咱咧学智慧、学圣人的智慧、真理的智慧，哦，所以荣华富贵会过去，荣华富贵敢会过去？会吼，是啊，你来看，这两冬的疫情，哦，遐用歌星啊，遐吼外官啊，你讲哪超越？哦，啊，因有荣华富贵无？有诶做事业诶呢，趁钱趁足侪呢，哦，嘛是过去，留下的是什么？罪过，还是宫殿？家财万贯，厝骨六间，哦，工厂骨六间，一间铺啊，呢骨六间，一来一去，啥有当无？没有，哦，所以呢，荣华富贵过去，爱贵回天做准备，听到一句咱会惊未？爱贵回天做准备，咱会准备无？回天的条件是啥？改了啊！改了会好，德行，改了会好，哦，恭敬，心念万年，这叫做回天的条件，哦。我喊哦，一个弟兄讲，讲德行好，爱为为先做准备，你敢知影当时准备啥？恭敬，恭敬，准备寿衣，哦，差呀济，道理拢听歪去。我等于讲准备收音，准备他来使用啦。哎，这个吹天做准备，赶紧哦，就是讲咱要做安尼哦，身体也健康哦，多用功多用力啦，多度人啊，哦，互咱的道路会愈来愈方便，道亲愈来愈济哦，每一边的开发哦，然后人满为患哦，安尼就是咱。咱的用心啊，咱的出力啊，哦，咱的付出啊，我们家拢就是爱积极生活嘅，哦，哦啊，所以呢，功德、德行，这拢就是，哦，为回天做准备。第三个，还有第三个，哦，哦，修德。修心为第一，讲话嘛爱真注意，一生奉献无退息，
哦，安怎消掉变是福业，变成迄个实现啦？修心就是安尼，哦，喺内底吼，咱拢知影，哦，无法度免讲，哦，哦，所以呢，咱修道困在地，哦，办道嘛爱困在地，所以修办这两项绝对袂使，哦。有人讲，哎呦，修道就好啊，还要搁办道啊，无用无功，我带出去嘛咧修，有无？有啦，看电视嘛咧修啊，干嘛咧修？哦，修道是针对你内在的世界，你内在众生伫遐咧修咧，伫咧反省咧，伫咧忏悔咧，哦，伫遐咧反观自照，你敢有法度修心咧？家己的心若无清楚，变来修改啦。那个缺点不了解，缺点在哪里？你怎么修？那个污点一堆，你嘛唔知影要哪修？哦哦，所以观照的功夫，哦，咱是特别做爱安怎？你要敏锐，敏锐就对了。哦，啊，所以啊，咱啊修修到修心，哦，第二就是讲。讲话嘛，爱真注意。先到道场有课，就是因为是非。啊，有是非是怎啊产生是非嘞？做些是非人事的是非，先到产生啥？无解。敢会无章无理？不是，是人甲人的中间的沟通。讲话、举止、行动，哦，表达出来，哦，讲的话听得袂甘、袂甘，哦，你的做法和我的做法无同，所以就产生了执着，执着家己，哦，你才会教坏意思做，哦，安尼，安尼，啊，都所以吼，拢坚持自己的例子，哦，啊，是非翻来翻去，所以。对喏，有三千样种子可以，哇、啊！所以先要看咱定力到哪，讲话爱真注意。那我感觉咧办道当中，哦，一场的发挥，一场的心转，哦，咱差不多除了江苏以外，差不多大家拢都是咧办道，主办。一主角嘛是咧办的，挂号的人才嘛是咧办，服务的人才嘛咧办的，有无？哦，啊接待啦，种种，嘿拢咧办的，咧属于动态。但是伫迄当中呢，就会产生足侪的，哦，足侪代志，啊、哦，你是讲无法举个例子，你是讲哎，这个班。是倾向以上，啊，像讲年终会个新成员，都差不多啊，千号以上的人才都先搬出来，哦，安尼嘛，啊，但是就是有迄、那个无千号的，就是咩情况？啊，即看好人才，哦，伊嘛坚持家己完成啦，哦，即嘛迄个无千号的，就先咩来看好？哦，有这半号人才呢，伊当然坚持家己的迄个原则。这班就是千号以上才能挂，关节协打足班嘛。哦，安尼较袂乱呢。哦，但是咱只迄个讲话的态度表达，哦，非常的重要。哦，啊，这个人才吼，伊在哪呢？迄个看伊挂号吼，写好啊，挂号讲挂号啊。哦，啊，迄、那个问问来讲，伊无参考啊。哦，迄、那个时阵，迄、那个人才，哦，就安尼足大咱个法，将迄个挂耳朵个抢上来。哦，安尼哦，安尼就问题，哦，就三个问题，迄、那个心就轻，哦，伊就对讲无或者，即。服务的人才，他迄个态度安尼啦吼，哎、欸，你看这小仔代志，
就产生足济哦不愉快，对不对？哦，无法定咧伊个啦。诶，别单位哦，开一个足大班诶，哦，诶，差不多五六百个哦，诶班，安尼嘛。啊，当然规矩咧。啊，服务单位吼，足自卑诶，哦，中途迄个休息时间哦，惊大家吼腹肚枵哦，准备点心哦。即卖咧，迄超市的宣布，吼、哦，诶、欸，等下来休息的时阵吼，大家吼，拢去厨房，大家领一粒包啊，哦，领一粒包啊，记忆一粒，哦，即卖吼，下课啊，啊，伫迄、那个迄、那个位置上吼、哦，当然，咱有一个天道，一个坤道，阿妈我话做伙咧值班，哦，啊，即卖吼，天道先生去甲太太坤道这边。阿公哦，人讲要来领包啊咧，哦，做伙来领，因太太讲，免恁替我领就好，哦，安尼啦，替我领就好，哦，所以因先生就当然啦，就去厨房咯，哦，啊去厨房哦，当然啦，大家就排队啊，人足济啊，哦，一个人一粒，一个人一粒，啊，这个先生哦，伊就提两粒，先生提两粒。伫遐咧雇诶人才就讲啥咧？某某人伊咧遐贪心啊！一个人摕到两粒，一个人就一粒尔，有够贪心诶！各位，即个话讲出来咯，啊？凶人！杀伤力是不是很凶？啊！迄两个乾坤诶，安怎话？自从今以后就无来学堂听道理啦。啊，你一句话扣到，所以我们要不要小看这个讲话？所以现在羡慕肯定的，讲话嘛爱真注意，哦，这习惯得意了，哦，牺牲奉献无提示，牺牲奉献不要推辞，哦，见贵家给咱机会。哦，咱来做感恩呢，予咱有合适的机会，交关的机会，求之不得。虽然也无用，但是我嘛会当拨时间来配合着前辈这安排。迄叫做无提示。现在咧洗衫，现在咧创啥话，厝里摊话咧无用。哦，讲临时咧办桌，哦，嘛是爱暂时放下，哦，赶紧。啊，轻重缓急，重心轻缓，这叫做提升方面。啊，不推辞，你推辞，你杀，啊，杀了你就你的机会无，你成功了我的机会无，啊，杀一遍机会了了就了一遍，啊，你若把握，啊，你就当能够判掉呀。那讲人要去趁钱的吼，不过绝对拢无提示，哦，把握趁钱的机会，佮偌无用，哦，佮偌唔嘛做唔起，哦，咱拢唔知影讲要趁钱讲钱，哎，哦，这个心量力量差别差别所在，哦，所以咱爱创造一番的好成绩。冲着咱的好心情，冲着咱家己的好心情，嘛冲着咱道场、咱的单位的好心情。由你个人的带动，哦，个人的发心，你主动参与配合，你就有功了，哦，你就有心结啊，对不对？哦，我所以呢。奉献一首歌来听，献佛啊，加以鼓励，哦，休息时间是25分啊。好，所以呢，啊，很前年的那里，
阿弥陀佛，迄种文字发生。